吃饭，配辣椒。开胃酸辣山椒。八爪鱼，还有一个鸡腿，虎皮鸡蛋，you
吃一个香辣牛肉米线，这个我泡都有半个小时了，汤都没了。有香辣牛肉的，还有一个鸡汤米线，鸡汤香菇，香菇鸡汤，清真菜油炸的。我吃的这个是红糖味的，这个桂花糕姐妹们，你们可以放心的去吃，老少皆宜。配料表里面很干净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香精，没有色素，都是红糖味的。上面这个是干的桂花，然后有花生碎，还有芝麻。吃起来口感就是软软的，然后又很哏啾的那种。很好吃啊，它是哏啾，它不会像别的那种桂花糕就是吃起来很干的那种，它不是那种，更好吃。配料表还很干净，老少皆宜，一盒是半斤装，然后六个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携带也很方便，三种口味，一个红糖，一个红豆，一个原味儿。这是红豆的，这是红豆的。这是红豆味儿。来点原味，微甜，它不怎么甜。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有的姐妹喜欢吃红豆，有的喜欢吃红糖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原味儿。这个原味儿吃起来就是很香，
有礼盒装的，如果走进房友你就拍这种拍礼盒的，如果咱们自己吃就可以不用礼盒的，就好吃。这个桂花糕你们拍一单尝一尝，这是温州特产。